一票为快答。回到过去改变一场草根文娱乐，选为本届校花是什么东西？要太花，我觉得。校花是什么东西？拥有 A 梦工具。啊，知道你们很喜欢伊朗，很喜欢看我们跳舞，我知道。他们很喜欢伊朗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选为本届校花，这个是什么？我也不懂。拥有 A 梦工具，应该是哆啦 A 梦的工具，应该是哆啦 A 梦的那个口袋里。嗯，那就顺从，那就顺从民意吧，那就一吧。那我们看一。一边跳舞一边快答，总体表现。最差的要撂在在场所有成员。我觉得这种。没有，觉得你是想没有？嗯，没有。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针对，是吗？以后我们一上场就把全部都打开，对，好，免得后面还有话看不到。好，那从谁先开始呢？是随机放随机跳吗？对，随机放吧。可问题在哪里呢？对啊，就是要不然就你有想问他什么，你就可以问他。来，我们过来一点。对，就选择嘛。就是谁先出来跳舞，然后再抽一个人去问他就好了。好，哇，那我问你吧。这个问题都没有准备。我觉得奶盖一定有很多想问你的。对，我可以问他，我可以问他了。对，我可以问他。那就从我这边顺过来吧。那时候你那边开始跳是吗？OK，那请后台放音乐。跳什么舞呢？这是一个重点。就看，就随机的嘛，就是 freestyle 嘛。对吧？freestyle 吗？对，所以就是即使你不会跳，你要自己编下去，懂吗 ？OK，freestyle。Yes，那要先把律动做起来。对，对，要。如果他放的不是律动的歌，就好笑。好，再上街舞课。好，先慢会。好，慢会准备好了吗？你先跳起来，快点。你这单位是老年人慢摇吗？哦。然后那个你 one question， 慢会你后悔了对吗？啊，你后悔了对吗？不后悔啊。哦，是吗？那你讨不讨厌我？不讨厌啊。那你最喜欢哪个前辈？你啊。哦。表现太差了，真的是。没有，洪继文问这些问题都好有私心啊，全是关于前辈喜欢什么呢？要一步一步慢慢靠近的那种问题。Yes。那么还问几个那种比较他觉得你觉得他回答不上来的那种。那例如是什么？他会考他没？那位，跳开快点！现在多少斤啊？不到100吗？哦，没有。他说了吗？啊，没说，没听到。他没说，那就表现太差了。啊，我说了，我说不到100斤。不到100斤啊！哦，还有谁想问曼慧问题的吗？没有，不然他一直在这里慢摇哎。那到我了吧？好的，你问我吧。我问你啊。我结束了是吗？好可怕啊！我想想，来，快，冰冰跳起来，就这个吧，不要晃了。多来几个动作嘛。来嘛！啊，我跳不行。可是你就 freestyle， 那你就不要行，你今天就不要行。那我不行，你行。Let me hear you say， 这样，请跳。你开始认真了，我再问你问题。这什么？哇，好难哦！太厉害了！哪里厉害了？哪一首？来一首，哦，来一首，对，来一首，你怎么停下来了？停下来了，来什么公演？骑马，随便，就最难的。这个难吗？哦，你说难的是吧？最难的，不要停，不要停，那都很难哎。自己又说跳很差，然后又说不是很难。金鱼前辈，他喜欢哪
什么意思？这个场地伤害了我们所有人。他说的是期数，不是年龄就好了。对，我说的期数，干嘛对号入座？这个人。前面你下一次拿妆是什么时候啊？今晚啊，你不是叫我带着假发？那好的，只给我一个人看吗？好的，好的，我已经我好累，我跳出汗了。吴冰冰，你个普通话，我都晕了，我一句都不太会。你刚刚我个背过，是因为冰冰的声音太大了，我累了。那个声音稍微小一点，因为就是真的没。我们不会问一些奇怪的问题的，你所以小声点就。你留给我的时间也太长了吧？啊，对，我已经满足了，问完了。嗯，好，下一个，到我了。嗯，谁问呢？我不问。谁都可以问，只要不是我自己问。谁问？我问过了，所以我不能问。音乐，就嘟嘟的。我觉得所有的音乐都可以用这个动作来代替。你怎么那么弱？你的扭头，你的傻头，那什么甩头呢？这个，你粤语讲得好吗？头啊。某鱼，你回到中间去。还有吗？没人问了，还有人问我吗？有吗？我等一下，我还没做动作。开始。哇！快点问了，不行了，没错吧？不要，我错了，快点再问。我还做一点。不要秃吧，阿丽霞，你觉得你是一还是零？没错啊，继续跳，向前，站起来。你会为一个人当零吗？他问到点子上，跳不起来了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改变就是不单一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在走花路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不行了，洪静文好土啊，在旁边问我说走花路是什么意思啊？回头我告诉你走花路是什么意思。走花路就是我们下去告诉你。不行，你在，你还想问他呀？你还想问我啊？你抢活了？没你问题很多。我下次还来。跳墙，还脱掉跳吗？干嘛穿那么厚啊？我很冷，我非常冷。冷吗？要不要我脱衣服给你穿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这个比较适合我。对，快来，给他来一首性感的音乐。来来来，给他来狂野的。我不要，给我来儿歌就行了。他已经在找那种很 sexy 的。我跟你讲，你要是敢找，我下次让你跳。真的是，他可以。不要太辣眼睛了。不，我可以让我们 star 和瞬间说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一点都不 sexy。这个好像你要走 T 台的感觉。对啊。要死！哎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啊，律动做起来了吗？快问。做我们上次跳的那个舞。我们三个人那时候在那里跳什么？那怎么没有人问呢？没人跳嘞。来，冰冰从你开始吧。我知道你有很多想问的，感觉你。我甩头发吗？我同样甩头发吗？还在甩。哇！问。那你想当花还是想当花呀？我花。想问的吗？鱼，快点问一下。没有，该问的私底下问完了。来，我新来该回答，爱过。
个怎么样的人？啊，好正面，好壁画题，别喝醉了。我室友是一个要划水哦，现在嗨起来，快点嗨起来。一个很傻的人，对，一个很傻的人，对吗？嗯，在台上这么多人当中，你最喜欢谁？你啊。啊！他好可怜，大会。原来他不是最喜欢你耶，他最喜欢我的，我好生气啊！你不是最喜欢那大会，我才反应过来。逃避舍友的问题，你早说嘛！怎么就早说？早说嘛！我就以为我们两个要跟你绝交了，生气了，真的。别怪他呢，不要解释了。好幸福，好幸福。那个女人，我们私底下不要理她，我们就不要跟她玩，看怎么样？不要跟她玩。今天就搬出去吗？会。就我房间一个人来，好，马上来。你的房间还有我的地方吗？要是跟我在一起的话，当什么都可以哦。我觉得你今天不太正常，我发现你正常一点，你平时不是这样子的。怎么回事啊？他只是说出了真心话而已，就是一直演。好了，还有人想问他吗？还有人想问他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好，我来问。来，继续。我都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为什么还要犹豫啊？我在想啊，你要搞清楚你的好朋友是谁。他在回忆喜欢上我的日子那一刹那，那一瞬间，对吗？好了，知道了，没事。好了，我知道你是逢场作戏，没有关系了。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恍惚了，喂，我跟不上你们的节拍。醒醒，我的思路停在花落什么意思那个地方？因为当你一开始选择的时候，你就伤害了两个人。啊，对，没办法，一个人心里面总有最喜欢的。那一定不是。说的有道理。嗯哼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嗯，你们说的都有道理。嗯，对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没事，我不跟你玩了，我们要去找新朋友了。找我。好痛，我感觉我真的被伤到了，有没有？我知道，我跟你的感觉，我们两个应该非常感同身受。对，那种真的被伤到的感觉。好难受，好羡慕。那我们到你了，救一下，到你了，该我了吗？那快点唱的，快点了。那我们一起跳吧。哦哦，这是不被允许的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不是我的 style 啊。这是什么歌？为什么在搜歌啊？听歌识曲。好，这是应该怎么跳？这个。哇！谢谢，好害羞，好害羞。谢谢。我掉了，不会掉，我不会掉这种可爱的，不是，性感的。
是我只希望他的喜欢能有所回应罢了。好啦，还有吗？没有我就收摊了啊。没有了，打。那我们来评选表现最差的吧。没有啊，我觉得表现最差的是对吧，会吧，啊，是吧，会吧，我觉得我跳得挺带感的呀。杀人的目光。我觉得这样吧，既然大家都每个人心里面就自己的推都是跳得最好的嘛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剪刀石头布吧，公平一点好不好。好，我觉得左金人洪俊伟，我们这么没有自知之明，你不觉得是你自己跳最差吗？没有，我觉得不要以为我今天不要以为洪俊伟，进什么进我说吗？听他讲说，不要以为今天我穿的是郑丹妮的衣服。哇塞！要不然，不是不是。要不然就是，要不然就腐冰冰也可以，要不然小曼也可以。要不然、哦、没有，我觉得奶盖才是最差的，因为你同时伤害了两个女。啊！不要。从这场 MC 开始之后，我要跟奶盖绝交，再也不讲一句话。所以那太差的了，开始吧。我真的感觉他这个 MC 没有讲过一句话。快吧，快吧。我觉得下一排的小伙伴都准备好了。废话，我觉得就这样吧。嗯嗯，吴雨霏你露出来了，就你吧，就他吧，就他吧，就他吧。我还 breaking 呢，来吧。哎，什么？不是，哎，我表白好了。不要我说，哦，你开始。我爱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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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你。你好。哎呦，不是，哦、我说剪刀石头布，你们又不愿意。剪刀石头布吧，嗨。啊，那选手布你们好烦啊，来。剪刀石头布布布啊啊！为什么没有同时出？等我们选几个人出来猜就好了吧？一个啊，哎，不是说就一个呀、啊，一个人撩全部啊。他是说几个人就选几个人。我们这样子哈，我来，我们先黑白配，来黑白配。Oh no！ 好，就你们俩，太好了。分手擂台，投剪刀布，剪刀石头，你赢还是输的？输的呀，当然是看情况，这惩罚哎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啊啊，是我爱吧？本来想让你的爱，不用承让，去吧，好吧，从第一个开始，我们两个就不用撩了，我们两个就嗯，我想被室友撩，哎，在这儿，来吧，冰冰，你真好看，嗯，谢谢，云，你真好看，嗯，你敢？奶盖爱算了，这是你的报应，知道了吗？没事，你在我心里最好看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人家打了省略号了，不是？没有，难道红就不好看吗？别说了，别说，人家奶盖心里好难受的样子哦。奶盖心里爽死了。嗯嗯，我开心的只想现在想说生住，你们有谁有？有的有生住吗？我有生住，你们有生住吗？哎呀 ，ID 忘了，我被吓忘了。哎，一个啥来着？一个小甜瓜的柠檬汤圆在哪里？嗨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久不见，然后希望你今天公演一定要看得开心，没有关系，一起加油，谢谢。耶、yeah! ！还有我有个生助，然后生助 ID 叫做聪明如我的名聪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耶、yeah! yeah! ！然后你一直像就是守护在我身边的，小仙子的反义词是什么？小精灵一样守护着我。虽然我们相遇应该还没快，应该快到一年了哈。
但希望以后你会不嫌我比较憨比较傻，希望可以陪我走越来越好，谢谢你。耶、yeah! 好、啊、没有了。好，大家还有撑住吗？谁没有了？那我们就有请下台的小伙伴吧，谢谢。耶、yeah! yeah!